在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。诶，医生跑了过来，哇，原来后面还跟着小丑，这医生难道想把小丑带给我吗？过去看一下。我觉得还是不要看比较好。可怜的医生呀，一会儿我帮你吸引屠夫吧，然后让佣兵或者空军去救你。来呀，小图图，我这么鲜艳的红色，难道你不心动吗？哎呦，拉锯了，哎呦，太短了。奇怪，空军和佣兵怎么还不过来？这两文盲不会还在修机子吧？哎，看来还是需要本大将亲自上场。哼，那两个不中用的家伙。骗你一刀，救下来。没砍到刀，抱歉了，小医生。哇，空军这一枪开得漂亮。哎呀，又倒了。咦，小图图，你确定要来追我吗？我只是在这里修个机子而已啊，又没有打扰你抓医生，你这小心眼。哇，你还过来，小心我六扣你哦。这么短你还敢拉锯，笑死人了都。我就当着你的面开你的机子。